本期讲解一个 AI 智能卡通动漫虚拟人直播操作教程，手机软件不用电脑，不用绿幕啊、嗯。教程和软件包含。大家看看，手机简单搭建，可直播带货，可摆脱无人直播的烦恼。通过智能动态虚拟人物来实现无人直播，既能吸引观众粉丝，也不涉及直播违规。这是整个的课程，是这么多。虚拟动漫个性化直播间，大家看看，就用虚拟人来直播，还挺好玩的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包含这个学习步骤，啊，包括这一个安装包，啊，还赠送了这个剧本，还有视频的素材。如果需要本套教程的话，而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关键词，比如说是智能卡通动漫，或者是虚拟人直播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